Hello， 欢迎收看《现在我很闲》。今天三眼蛙王子要帮我们开箱的是噔噔午后红茶典藏组。我是因为看到他有送那个三眼蛙的娃娃，我才买的。美好午后，对自己好一点。那就让我们打开来看看吧。打开后，除了有三瓶午后红茶，还有一个三眼蛙娃娃。可怜的三眼蛙，它装在宝特瓶里面呢。这样子一组呢，大概要台币260元，等于说这个娃娃呢，可能也要超过台币100块吧。那就让我们来救救三眼蛙吧。你一定会想说，到底要怎么救出三眼蛙？是从瓶盖吗？可是如果瓶盖的话，其实它应该出不来的。答案是噔噔，就是从瓶底。它瓶底呢，其实是可以拔掉的。那就让我们来救救它吧。你们看，三眼蛙躲在火箭里呢，它应该是可以拿出来的。Watch out！ 三眼蛙坐在火箭里呢。这个就是可爱的三眼蛙。谢谢你收看，现在我很闲，拜拜。